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啊、你好就你给我打电话是吧？对，是我。你看这广告，你看这墙上给我们切了。啊，就这么个事儿啊？啊，小广告什么的哈。这小广告多烦人，到处都是。你看，你看我们以前的墙多白，这还我们刷过好几次呢。你看，下面好有东西啊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会儿。前两天我们刚清理了一次，又满了。你说现在是？那你们这个小区是没有人管吗？这老小区？我们这老小区物业保安的也没有管的，你说是？他们随便进来就切，你看这给我们弄的。前天下午下班回家，我还碰着一个小孩在这切呢，我跟他说呢，他不愿意了，他说我多管闲事，就我自己的家我多管闲事，我说你他妈的在你们家切，你愿意啊，对不对啊？就全是这样，就是每层都有，每层都有，到处都是，你看外边也都有，那就报箱上贴的都是啊，这都是，你看，就这些之前刷过的吗？我们都刷过好几次了，你说你看这。那你像这种情况也不属于犯法，我们也没法找警察，对吧？你先别急，然后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，我想想辙吧，到时候我再跟你电话联系吧。回去吧，你先回去，帮你想想办法。行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城市牛逼选，办证，办证。你让孩子看。我想想，咱想想，就印这些小广告，是不是随便现在就有地方就可以印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广告公司都可以印。一会儿你就去找个地方，你去给我印不同类型的小广告。就他吧，那个小强，你给他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看着咱家那广告，我这边现在就需要办张这个增值税发票，咱那儿可以办吗？可以，先给我打定金，然后呢，把你的个人信息什么都给我。咱今天能开上吗？看我再多给你添点钱都无所谓。钱都开出来，没问题。哎，哥。你的发票，钱我刚才已经给您转过去了，没问题。那得哥，我现在问你个事啊，看我当时也看，咱就是贴那个广告，嗯，那挺不错了。那你们自己贴了吗？他不是发广告了吗？那这种人也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交易完了以后，你捎带着你跟他说一下，你说我现在也做点小生意啥的，也想贴小广告，能不能给我个师傅的联系电话？啊，那雇人贴了，哪怕自己贴。这边已经有点小买卖。你说，你看这不错，你能给我雇着那人电话号码什么了？行，靠谱吗？那个靠谱，一天就几十块钱。啊，这就给你。对，保证贴得很好，很效率。行，可以。那你回头给我发个微信。好，我给你。我咱今后要是开发票，我再找你。好的，这么爽快。好的。应该靠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下一个，行，走走走。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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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人走远了，走远了走远了，让走远了，走吧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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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嘘，小点声小点声，别听见别听见，回来了回来回来回来，哎，师傅在吗？自己吹自己吹。哎，小刘，哎，小刘，哎，我是那个李哥介绍了，就他之前找您做贴广告那个业务啊。我现在我这边也有个活儿，我现在找您过来帮帮忙。啊，行。咱这边怎么收费啊？80一天，主要也是看量。可以啊。那你现在方不方便？我一会儿过去找你吧。需要半个小时吧，我这还有点活呢。忙完了以后，咱约个地方见个面。没问题。好嘞，好嘞，啊、好嘞，小刘。啊，80啊。你好，小刘是吧？之前跟你打电话说了，贴广告那是。这是咱家需要贴那广告，7-800张吧。地点的话哈，就。那片儿老城区吗？行吧，能干吗？行，好，谢，忙去吧哈。让那个三哥先上，三哥上，你就过去各种谴责他。行，你看他啥反应，听不听？好嘞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在干啥呢？哎，小伙子，跟你说话呢。谁让你在这贴的？我就住这小区，你这是破坏环境，你知道吧？一会儿你给刮了吗？我别贴了，啊？这什么素质？这是来呀，还搁那贴着呢，不搭理我，有事再去。你这干啥呢？别贴了，来，等等，给你说话呢。这什么教育？我不用了，别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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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家狗到底怎么贴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别贴了，有点完赶紧走啊。哎，你好，那个哥们儿，我问一下，你这是不是可以代开发票啊？我跟你说个情况啊，看有一个哥们儿也在贴小广告，但是他贴小广告，他把广告都贴你家广告上面了，给你这都盖死了都。李哥介绍过来了，先是这样的地方啊，刚才这不是同行业吗？就是李哥那几个楼，我看也挺好。
我希望就是能不能把他的广告给我盖死，连个缝都别给留。结果这样活吗？结果那这样的话你需要加钱了哈，我给你点。行，哪怕给你撕了再给你贴上，那钱到位就 OK 是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热心，我就觉得他干这事挺不道德的，我先跟你说说嘛。我拍了小视频了，啊，那咱加个微信吧，加个微信完了，我给你发个条给你看一下。对，你要是想找他，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帮你一直跟着他。没问题，师傅，您帮我盯着几个仓，我看他妈几人。行行行，没事没事，咱就应该抵制这种不文明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好的好的，赶紧来吧啊！厉害厉害，跟着他，跟着走呀。哈喽，你好你好，就你给我打电话是吧？对，是我。你看这广告，你看这墙上给我们切了。啊，就这么个事儿啊？啊，小广告是吗？这是广告，多少人到处都是，你看。你看我们以前的墙多白，这还我们刷过好几次呢，你看。我下面好有东西啊，你看一下，等一会儿。前两天我们刚清理了一次，又满了，你说现在是。那你们这个小区是没有人管吗？这老小区？我们这老小区物业管的也没有管的，你说是？他们随便进来就切，你看这给我们弄的。前天下午下班回家，我还碰着一个小孩在这贴呢，我跟他说呢，他不愿意了，他说我多管闲事，就我自己的家我多管闲事，我说你他妈的在你们家贴，你愿意啊，对不对啊？就全是这样，就是每层都有，每层都有，到处都是，你看外边也都有，我就报箱上贴的都是啊，这都是，你看，就这些之前刷过的吗？我们都刷过好几次了，你说你看这。那你像这种情况也不属于犯法，我们也没法找警察，对吧？你先别急，然后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，我想想辙吧，到时候我再跟你电话联系吧。回去吧，你先回去，帮你想想办法。行，走吧走吧走。城市牛逼选，办证。你让孩子看。我想想，咱想想，就印这些小广告，是不是随便现在就有地方就可以印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广告公司都可以印。一会儿你就去找个地方，你去给我印不同类型的小广告。就他吧，那个小强，你给他打电话。你好，看着咱家那广告，我这边现在就需要办张这个增值税发票，咱那儿可以办吗？可以，先给我打定金，然后呢把你的个人信息什么都给我。分今天能开上吗？啊，我再多给你添点钱都无所谓。钱都开出来，没问题。哎哥。你的发票，钱我刚才已经给您转过去了，没问题。那得哥，我现在问你个事啊，看我当时也看，咱就是贴那个广告，那挺不错了。那你们自己贴了吗？他不是发广告了吗？那这种人也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交易完了以后，你捎带着你跟他说一下，你说我现在也做点小生意啥的，也想贴小广告，能不能给我个师傅的联系电话？啊，那雇人贴了，哪怕自己贴。这边已经有点小买卖。你说，你看这不错，你能给我雇着那人电话号码吗？行，靠谱吗？那哥们靠谱，一天就几十块钱。啊，这就给你。对，保证贴的很好，很效率。行，可以。那你回头给我发个微信。好，我给你。我咱今后要是开发票，我再找你。好的，这么爽快。好的。应该靠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下一个，行，走走走。哎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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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人走远点，走远走远点，走远点。走吧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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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点声小点声，别听见别听见。回来了回来回来回来，哎，是不是在那自己吹自己吹。他是不是在那自己吹自己吹？他是不是在那骂了？差不多差了，咱走咱走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就我贴的啊，你记好我就我贴的。行。你现在多烦了是吧？
就以后别干这种事了啊，也不用跟我说今天明天了啊，今天明天了，我能找着你，你找不着我，就这么简单。把所有的所有贴完了，你们三个一起有一个算一个，都他妈给我接了，来现在就去，来都开着呢，去我接去。哎呀我去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没想着他能给我一脚，赶紧了啊，所有楼层还有几个小区，该接都接完了啊。都说些正能量的事，你破玩意儿。那损人利己太坏，我跟你说，损己利人太难，他妈既损人又不利己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就太蠢，就是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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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你说，除非你能飞，要不一个你也走不了。打开微信，点击通讯录，然后点击右上角图标添加朋友，输入古惑仔全拼加数字66即可关注我们了。进入公众号后，点击下方聊天界面，输入关键词，例如王者荣耀，点击发送即可观看王者荣耀完整版，不同关键词会有不同的精彩视频哦。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微信推送啦。